是？她是大我十个月的表姐。表姐，这段时间没去学校找你，你居然就跟小金总谈起了恋爱？没谈过。是季姐的婚。啊？什么时候的事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生日那天。你搞出事儿了！你们同学间的悄悄话讲完了吗？啊，小金总你好，我是开发部的实习生梁晶晶，我和小贝比较熟，所以聊的东西有点多。有多熟？从初中就认识了。青梅竹马呀。啊，小金总，今天我请客。不用了，你打工也不容易，赚点钱省着点花。金小姐，你让晶晶请吧。他除了这家咖啡厅，还有一个果园，两间茶室，三间茶。原来是天真浪漫富家千金和落魄公子两小无猜的故事。小北，看来我们家小北以前多亏梁小姐照顾了。我照顾的比较少，我妈照顾的比较多。他难道以为我和晶晶？小北以后由我照顾，梁妈妈的爱心可以分给别的小男孩。梁小姐，你的实习……对了，晶晶，你跟姨妈说一下，下个礼拜我会去看她。嗯，好。你跟姨妈也说一下，下星期我也……姨妈？姨妈是谁？我妈呀。你妈是她姨妈？嗯、对啊。那你是？她是大我十个月的表姐。表姐，对啊，小金总，没想到你和小北结婚了。哦，对了，您刚说我的实习怎么了？我说你的实习工作，我想了解一下。哦，喂，丘比，市场部梁晶晶的工作表现怎么样？梁晶晶？谁是梁晶晶？非常优秀，能力突出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你不会是被绑架了吧？你要被绑架，你就眨眨眼啊。梁小姐，从今天开始你就转正了，以后有任何工作上的问题欢迎来找我。谢谢小金总，我会努力加油的。